考试讲这个检验报告，会当解除你心内对我的怀疑，这个无聊我愿意吞下去。咱就探命案，你就放空 A P 基金，等个成为了一点做对。你真正是我的宝贝，还是家风吧？你看，艾瑞安这出戏不好耍，你要反应嘛，白虎嘛。小凤，我什么时候叫你把六百亿放在 A P 基金里面啦？这六百亿资金哦，放心，我有百分之百的。真正不了了，你想在不要害我罗家？三立台湾台天道。